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嘛？去看那个大树犁田。你下得去啊？这里本来不是一条路的，我们闯出一条路。不要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咦，你看，你们来了，他都熄火了。你来了，他熄火了。老板娘，这里我娘，把人家灯给亮了了。哎哎，我也很厉害。哪可以了呀？你想体验啊？他这个要大一些，是不是会比我们家的机器要大一些？你想体验一下？这个轮子大一些，体验了我是会啊。三嫂，你要进去防他，不要倒了。拉泥河啊，拉泥河啊，拉泥河。哎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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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会的，你们玩不来这个。我能整了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这太整了。现在我能玩这两天了，我能整了。这个比我们家那个重太多了，知道吗？那我能整了你。那你这个多少钱买的？问他。啊，那弄谁能卖？啊，天大。呀，天大。那那什么价买弄的？行四啊，弄现在行四啊。行四一个三千三。行四那个最啊。真行啊，行三千三，你好像行三千三啊，没不接没一点大没问题。啊。几百万就没拿点大。这样感觉行四那用都行多了。太重了这个。你只能去找你的野菜还差不多。没有这个是很重。嗯。跟你讲。那弄扁鱼弄来用嘞。叫妈的那块带拖拉机的了。他把拖拉机偷了呀！哦，他这种是带拖箱的，带拖箱的。那个大叔说这个好用些。肯定啊，但是我们这个便宜啊。这个不会用啊，没力气。那哪里像我们家那个一甩就过来了。就混人打架，老他动起来没？中间那些不？都弄一下你们。要弄多两档呢，一啊三档来着。莫大了，你们莫大。不好忙了。走了走了，种田不是我们两个的长相，找野菜去。哎，好像开花嘞，好多朋友都说这个是滴水观音。这个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两个花是不是？一个一个。两朵花呀。两朵花。这有毒哦。没毒的，没毒，哦，那这个有毒的，那就是滴水观音了，跟我们家种的那个玉荷很像。别乱吃。走了，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乱吃。我们是找我们的野菜。